刚才，右胸部，右胸部痛一点啊，右胸部痛一点啊，停下，坐下来给妈妈啊，停下，坐下来给妈妈啊，坐下来，坐下来给妈妈，然后转了一个啊，叫我空的时候啊，到海边上，去下海边上啊，去下海边上啊，好，我安排了啊，后天就出发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觉得今天如果能够把那些案例之类的前两天的案例能写得完的话，我就明天就出发。哎，好，知道了，哎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再见，